这边还是不行。我看到那个山洞了，那你就不用骑车了呀。山洞在面前的。那我明天去山洞，我准备好我的巴特。也打完了。OK。巴特林。好像就通过去而已。就只是通过去了。还是里面是黑的，只是我们现在看到不是黑的。我里面很黑哦。我里面超黑。我有开手电筒啊。我也有。里面有灯笼哎！哇。哇哦。神奇的地方。那什么鬼地方？不会有恐怖的东西吧？好多箱子。有一个玩家在我们后面呢。他不是玩家吧？这里呀、啊哦。哦，真的哎。他跟踪我们吗？哦，这好高哦。为什么僵尸都来找我？你不是加特林？我卡住了，救命！这里好暗，而且感觉收东西有点困难。对啊，不过还好啦，暗度是还好，只是一堆僵尸，我不喜欢。是哦，我觉得有点太暗了，可能我开光影的关系。你开光影的关系？对啊，开光影就变好暗了。我怎么看一票僵尸在走？我原被追杀了。你是说聊天室吗？这边有箱子耶，你要来我这吗？你在哪里？我在屋子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这屋子好破。对啊，东西好少。东西被我捡了。我想要登一声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是接近安全区的。有趣的是，发现山洞里面进来了这个地方。上面那边去得了吗？哪里呀、啊？上面发光那边啊。哪里发光啊？爬到最上面了。最上面有什么吗？最上面直通小木屋。是那个小木屋哦。几等的小木屋啊？中间那个小木屋吗？就是最山顶那个小木屋吗？对，山顶的。摔下来了，痛死了！哇，我要怎么下去？垂直往下。这样就正常的下来。到了吗？那个地方？我刚刚摔下来，好痛哦！应该可以吧？有人在屋子上面爬，他好像卡住了。哇，等一下，屋子里面满满的军人包。真的、可是要怎么进去啊？有人在屋顶上爬、刚刚在屋顶上应该是我吧？是你吗？你说这里面有满满军人包。对啊，可是不知道怎么进去。而且好像铁丝网罩着。哎呀，不会是吊人胃口？掉了，接下来要重拍一次。天哪，怎么进去啦？看起来好像进不去的感觉。一定是可以进去才有技能包吧？怎么跳？我看到一个通路。哪里？在那个屋子的正下方有个通路。有吗？进来了，进来了，我要进去，我跳下去哦。好，对。哎呦，后面有僵尸了，好像是进不去的。你怎么进去的、喂，这过分了哦。怎么了？军人包被关在铁丝网后吗？对啊，过分能不能猜？我要先跳下去看看能不能跳屋顶上。你怎么进去的、进来这个啊，你看瞬间重生了、要疯狂打破。对啊，如果同时打破的话应该就进去了吧。
那我打破，然后你进去收刮。一人打一个哦。对啊，一人打一个，然后你那你打得到吗？上面我打上面这个。好，我打下面那个。你钻得进去吗？你还没打破吧？我正在打破很多次。真的吗？真的啊。欸，那我下面打破很多次了，你没看到？有啊。欸？那我打看看。好，你打破上面那个。欸？真的欸，不行欸。哦，开车如何？你要开车撞进去吗？放一台车，然后撞进去看看。不行欸。再不能放车了。那这边有一个这个是啥？一大堆耶，一大堆军人包耶，我天哪！而且放的超整齐，还是上网找攻略呢。而且另外一边是四级的装备耶，一整套耶。真的哦，真的耶。可是那个能拿吗？为什么要做一个让玩家进不去的地方？因为里面太多好东西了。现在有什么方法可以去？去看一下论坛。我觉得这就是在捉弄玩家，肯定是故意放那么远的。哎，后面有门。哪里？军事包最后面那边有个门，右侧。真的哎。去哪里找？我看能不能进去那个门。对啊，去找小路，看能不能钻进去那个门里。应该有路吧？对。走，我们去找看看。你有看到后面有门吗？对不对？军事包最后面那边。嗯哼。有个门，那看哪边可以通那个门、啊。